Hey。阳光照在冰冷的墙壁，带走冬天的消息。街上密密麻麻的人群，寻找丢失的回忆。我在七十平米的房间，像鱼儿游来游去。窗外新鲜空气，我需要打个喷嚏，证明我自己。小小问题搭上脑筋，简单变成了问题。怎样才能不去逃避？怎样才真的算胜利？摘下冬天戴上的面具，穿上春天的新衣。所以我感到恐惧，所以我无能为力，游戏依然继续。转的道理，跌跌撞撞，透明的墙壁，对面是渴望的眼睛。当自由和自在都远去，说再见都来不及。所以我感到恐惧，所以我无能为力，游戏依然继续。这里边。